第两千八百四十一章兄弟相斗。见老者接收到自己的意思，梁大公子满意地点头，讥讽地看着如同跳梁小丑般的梁三公子。之前的劝阻不听，偏要找死。这次梁旭处碰到了梁家的底线，所以他收拾梁三公子，其他长老是不会阻拦的。你什么眼神？梁三公子被梁大公子看着自己可怜的眼神给刺激到了，他感觉自己被轻视了。 都给我上！梁三公子怒吼道，甩着长鞭就冲了出去。其他的人对视了一番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犹豫，转瞬也跟着冲了出去。不管如何，他们既然选择了梁三公子，就意味着跟梁三公子是捆绑关系，还不如拼一把。梁大公子冷吃着，抬起右手，激射出一道暗影之力。 蕴含可怖气息的暗影之力，如同鬼魅一般缠绕着梁三公子的长鞭，使其动弹不得。梁三公子横立在半空中，长鞭动弹不得。他使劲拽了一下，发现拽不动，眼睛一眯，周身冷气乍现。左手一翻，使劲覆盖在右手握鞭上，用力一推，冲破缠绕的暗影之力，长鞭恢复了自由。梁三公子冷哼着，飞于半空中，右手用力一挥。 裹挟着凛冽的飓风，朝着梁大公子扑面而去。你们说谁会赢啊？远处，王腾等人站立在树丫上，看着他们打斗，兴致上来，开始打赌谁会赢。李麻摸着自己的头发，一脸高深莫测。我猜梁大公子。为什么？我感觉梁三公子也有一手呀，也不弱。有人反驳着，几人开始就着现场的招式开始分析。道无痕无奈的摇头。 这场打斗完全不用猜就能知道结果。公子，你说谁会赢呀？若是梁大公子赢了，我们出手是算跟梁三公子一伙，还是我们单独一伙呢？曲狗凑到王腾另外一边，有些好奇道：“他看王腾对梁三公子的态度很是模糊。梁三公子之前挑衅过他们，但是现在看他们对王腾的态度完全是两个样子。你已经猜到了，不是吗？”王腾笑叹道。 徐狗多么精明的艺人，想必从他的态度就能猜测到一些事情。公子，你这样就有些没有意思了，不好玩。徐狗叹息道：“还想从王腾嘴里知道事情呢？要想撬开王腾的嘴太难了。这梁三公子也是个莽撞之人，心性太暴躁，不会审时度势，心胸狭窄，不宜深交。”这是徐狗观察了一阵梁三公子得出的话语。 他大概能猜测为何王腾态度模糊了，就是看中了梁三公子性格，让其动手。一般家族矛盾再大，为了家族的利益，短暂时间会一致对外。但是联合外人对付家族之人是大忌，严重者会逐出家族或夺其性命。梁三公子行事鲁莽，分不清轻重，最好挑拨。王腾见徐狗这番评价，他有些好奇地看着徐狗。 我倒是有些好奇你的事情了。他隐约能够从猜测一些，但是徐狗这般聪慧，也会落到如此下场，那得罪的势力是多强大？徐狗高深莫测的表情瞬间顿住，讪笑着，没想到王腾居然将火引到自己身上。他眼神有些飘忽，并不是特别想让王腾知道自己的事情，但是依照王腾的性格，他一般是不会过问的。 一旦过问，就有其他事情牵扯着。行了，等你愿意说的时候再说吧。王腾只是随口一问，见徐狗面露难色，也就不勉强了。顶多背后势力大些，他又不惧怕。他们得罪的势力多了去了，不怕多这么一个。徐狗松了一口气，对王腾满是感激之意。不是他不愿意说，是他不知道怎么说。等到了合适的机会，他再决定要不要说。 见氛围有些怪，倒无痕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现场，对着他们道：“快看！”所有人的视线都被现场给吸引了过去。梁三公子的人不足为惧，很快就被梁大公子的人给制服了。梁三公子眼角赤红，他没有想到自己招揽的人这么不堪一击，还怎么跟梁大公子斗？越是这般想，越是看不得梁大公子得意的神色。他卯足全力，身体飞速转动。 卷起一阵龙卷风，暗中投入法器，龙卷风瞬间暴涨，风势之大，吸引周围风息快速转动着。梁大公子那方修为较弱者被飞速卷入，其中就有背叛者陈启。他本来就受伤，又不受人重视，他被卷入其中，没有任何人伸手。王腾升起一道结界，阻挡了这迅猛的龙卷风，有些诧异看着梁三公子，看来这人还是有两下子。 梁大公子双手放置身前，结界将自己包裹着。他的脸色很是难看，脸上不再是冷静，而且愤怒。就是你，原来这法器在你手里。梁大公子双眼死死盯着梁三公子，双手弯曲，额头青筋暴起，怒吼着。龙卷风绕着梁大公子，朝着周围肆虐着。梁三公子挑眉，不甚在意。大哥什么意思？我竟然听不懂。 梁大公子紧咬牙，紧绷着面庞，眼神中满是杀意。梁旭，她也是你妹妹，你居然将其杀害，抢夺其法器。这法器是他交给他妹妹的，谁知他妹妹在外历练的时候死亡，本该在他妹妹手上的法器，居然在梁旭手中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明明不是危险的任务，他妹妹偏偏遭遇了危险。哦豁、哦，还有这渊源呢。这梁三公子还真是心狠手辣啊！ 同父异母的妹妹都能下狠手，徐狗等人感慨着：“这梁家心密之事太多了。吃”“吃我妹妹，可跟我没关系啊！”“欺辱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我妹妹？”“梁恒，你不知道吧？他死的时候很痛苦呢。”梁三公子见梁大公子一脸怒意，眼神中充满着仇恨，内心舒坦，开心极了。这对兄妹欺负其他兄弟姐妹的时候多么嚣张！ 家族长老父亲对他们的行为从未指责，他们只能跟在他们兄妹后面摇尾乞怜才能存活，多么可笑！梁三公子不停刺激着梁大公子，一拿出一个法器，梁大公子神情更加愤怒一分。可恶，欺人太甚！梁大公子撤掉结界，闪身到梁三公子面前，梁三公子立马甩着长鞭，想将梁大公子捆绑起来，被梁三公子一把抓住。 顺手一扯，梁大公子跟梁三公子距离很近。第两千八百四十二章花架子。梁三公子内心哗然，没有想到平时温温和和、很少自己动手的梁大公子反应力居然这般迅速。王腾见现场如此，王腾摇头：“公子也觉得没有丝毫的悬念吗？”道无痕轻笑着：“之前见梁三公子如此嚣张，还以为多厉害，结果就是个花架子，被人捧高了。” 之前没见过这梁大公子，以为实力不怎么样，不然还让梁三公子蹦跶那么高。原是我想错了，他这分明就是不将梁三公子放在眼里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梁三公子确实比不上。王腾暗暗抹掉自己内心的打算，之前还想搅乱这个局势，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了。王腾侧身对着人群一招手，示意了一下洞口。 其余的人都知道王腾是什么意思，跟着他瞬间消失在原地，进入洞中。外面的人注意力全在对决上，鲜少有人将注意力放在王腾他们身上。毕竟少主对决这样难遇的事情错过了，下次就没有机会了。梁三公子拼尽全力抵抗着梁大公子，结果打在梁大公子身上不痛不痒，反倒是梁大公子释放所有的束缚，手上的力道不减。 他今天势必要让梁旭知道惹到自己的下场。外面热火朝天，山顶里面阴冷潮湿，空气中带着温热的气体和未散去的腥臭味。想来也知道是那凶兽残留下来的味道。山洞中因为有九头蛇那般凶残之物，早就将其余的凶兽解决了。公子，洞中的凶兽是何物啊？古剑仙宗的弟子举着火把，好奇询问着王腾。 路口越来越狭窄，这次没有着急的事情。王腾带着他们悠闲走着，顺便熟悉这山洞。是一只真黄境界的九头蛇，活了数年，有了神智，了解到他是从暗域中跑进来的。王腾将自己了解到的说了出来，不过可惜就差那么一点，他就能知道更多的秘密。公子的意思是，他是从暗域中带了大量的宝物。李麻听到这里，反问道，若有所思。 你是有什么发现吗？王腾侧头看着李麻，昏暗的环境也没有阻挡李麻那闪亮的神色。想来是想到了什么。是啊，李麻有什么发现，直接说呀，别卖关子了。是啊，众人催促着李麻，他们也没有继续走，在狭长的路上停下来。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，举着火把，踮着脚，凑着热闹。公子不说这么仔细，我是没有想起来。 这是毕竟数百万年前的事情了，大家都当是传闻，所以没怎么放在心上。结合这次进入秘境中，就能猜测到一些。李麻感慨着，毕竟这事太玄幻了，他都是当故事听的。结果他们还真的触碰到了，这震撼的心情没人能理解。李麻，别卖关子了，我只想知道你说的数百万年前前的事情。是啊，是啊，虚狗林峰。 你们都是暗狱中之人，李麻说的事情你们知晓不？有人等不及了，问着徐狗和林峰。王腾笑着无奈摇头，他应该能猜测到一些，只是没有想到，居然过去了数百万年，时间跨度之长之久，李麻震惊在所难免。别吵吵了，李麻只有震惊的时候才会如此。我对这些数百万年啊什么的事情不感兴趣，因为我就觉得这些是假的。 虚狗也有些着急，他是真的不知道，到了关键时刻也只能跟着干着急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就刚开始没有缓过来。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么值钱的传闻都是真的。李麻安抚着众人，靠在石壁上，周围的人在他面前团住。不过他们没有去挤王腾根到无痕。别挤我！李麻声音这么大，后面肯定能听到的。你看我讲话都有回声。 后面的人按着前面的人肩膀，被前面的人一对，哈哈哈哈！好了好了，这里条件就这样，将就吧。林峰见他们这副样子，莞尔一笑，心情许久没有这般放肆了。众人不约而同停下来，等着后续。数百万年前，暗域中高手如云，资源丰厚，真皇境界巅峰修为遍地都是，凶兽更是灵智开启，智商与寻常人一般。 一时间，野外开启灵智的凶兽不是死就是被抓，他们被迫与人契约，成为人类的武器。这样过来不知多久，人们面对凶兽手段越来越残忍，凶兽开启灵智也知晓被人欺辱，但是他们干不过人类，有些凶兽都已经认命了。李麻说的嗓子有些干，清了清嗓子，徐狗积极的递水给李麻，连忙问道：“然后呢？然后呢？” 王腾低垂着眼，道无痕看了一眼王腾，接着看李麻。听众被李麻的描述给吸住了，急切的眼神看着李麻。李麻被这么多期盼的眼神看着，有些不适应。然后，凶兽沉寂了数年，他们有的凶性被抹平，有的抑郁而死，有的战死，数量所剩无几。后面不知道什么契机，出现了一大群新的凶兽，不知道他们找到了什么法术。 在空中撕开一道口子，被人类圈养的凶兽为了报复人类，奋起反抗。暗域各地的凶兽纷纷抢走宝库中的东西，躲进虚空中。讲来就是躲进了这秘境中。由于暗域中所有家族的宝库被洗劫一空，修炼资源更是亏损，导致暗域中的修为停滞不前。近些年才好了许多。讲到这里，李麻一阵唏嘘。若不是因为修炼资源匮乏， 加上他们那些家族残害凶兽、修炼资源和至于匮乏如此，所以第一批进入这里的仙界之人就成了香饽饽，引来无数人的觊觎。原来是这样，对于之前的事情无从认证，不过是一代代人传下来的。我也是机缘巧合知道这事的，已经鲜少有人知道这事了。之间有人因为这事而怪罪各大家族，闹出了一堆事。 认为是个大家族为了修炼资源故意编造的故事，李麻感慨道：“他指尖也只是觉得这事是捏造的，谁知道听王腾那话之后才了然。”王腾直起身子：“好了，故事也听完了，接下来寻宝时间到了。”第两千八百四十三章攻打。王腾接着说道：“我巡视过这山洞一遍，没有其他危险，你们去寻找吧，到时候在这里会合。” 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迷宫的路口，里面密密麻麻许多条路。王腾靠在墙壁上，并不打算进去，示意他们进去寻宝，他留在外面。其他人兴奋道：“许久没有寻宝了，林峰，我们俩一起吧。”“不行，我要跟林峰一起。”“哈哈哈哈，既然你们都要林峰，那我跟李麻一起吧。”闹闹哄,哄哄的一群人朝着里面走去，在路口往不同的方向离开。 静谧的空间传来他们打闹的声音，没有一会儿就消失在王腾他们的视线。公子，我们找个位置休息一会儿吧。道无痕没有跟着去，陪在王腾的身边。王腾抬手升起一道结界，随后打开轮回真界，担忧道：“之前对付那头凶兽的时候，吞金兽受伤了，我们进去吧。”“怎么受伤的？严重吗？”道无痕边问边跟着进去。 他以为里面的凶兽不足为惧，没想到吞金兽居然受伤了。不清楚九头蛇的身上有治愈效果，有没有其他效果还要看到吞金兽再说。王腾眼中泛冷，还是大意了，不要有心理负担了。九头龟和吞金兽跟其他凶兽又不同，你跟他们也不同。道无痕知道王腾在想什么，宽慰道：“从李麻那里知道传闻之后。” 王腾情绪就一直不佳，结合吞金兽受伤，想来也知道王腾在自责。也是我王腾可不会像那群人一样。王腾并不是钻牛角尖之人，刚刚也只是情绪到那里了，没有收住。外面很快就会结束，那梁大公子就会发现我们不在，肯定会想办法进入山洞中。结界只是能阻挡一会儿，我们看完吞金兽的情况就出去。说到正事。 王腾恢复了以往的神色，不知不觉，他们已经到了吞金兽的位置。九头龟正焦急递给禁闭纯的吞金兽喂药，吞金兽处于无意识状态，防备开启，九头龟也无可奈何。王腾，你终于来了！吞金兽都不张口。九头龟看到王腾来了，立马喊道：“让王腾赶紧想办法，他是没有办法了。有其他症状没有？” 王腾上前接过九头龟手里的药物，摸了一下吞金兽的额头，没有。我看了一下，它没有中毒的症状，反而像是睡着了。九头龟被到无痕抱着，找了个舒适的位置打着哈欠。王腾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实没有看到其他的症状，便松了一口气，运气将吞金兽嘴巴打开，将药丸放进去，运功让药物滑下去。药物发挥需要些时候。 王腾将九头龟从道无痕手里接过，嘱咐道：“你在这里看着他醒了，给我说一声。”九头龟趴在吞金兽的旁边，满不在乎道：“知道，知道，你自己忙自己的事情。”虽然不知道后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还是能猜测到一些事情。王腾最近肯定很忙，我们走吧。王腾起身，眼神泛冷，带着道无痕离开轮回真界。 刚刚有人触发了结界，道无痕走在王腾后面询问着，能让王腾神色转换这么大，想来也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梁旭没有坚持太久啊，王腾扭了扭手腕，感慨道：“还以为能拖延许久，结果就这么点时辰没撑过。”两人回到山洞中，明显能感受到外界的阵仗，并伴随着大叫声。里面的人听着：“老实出来，我们大公子不会下手。” 反而会优待你们的，要是一直顽固不出来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叛徒的声音融入的还挺快的，道无痕听出了喊叫人的声音，连名字都不愿提及，嘲讽着：“不融入，快点！”他背叛了一次，别人也怕被背叛。走出去看看。王腾嘴角翘起，眼神带着狠意。走，道无痕也来了兴致。之前都是王腾动手，他看着后方。 现在其他人都进入洞穴中，不用担心，他也可以放开了打。两人心照不宣，出现在洞穴口，看着外面的情形。被道无痕教叛徒的人看到王腾和道无痕一同出现，身体明显瑟缩了一下，眼神闪躲。其余的人并没有理会他的状态，看着出现的王腾和道无痕，眼中露出来贪婪的神色。他们可是听陈启说过，王腾手中的资源丰厚。 还有一个什么隐蔽的地方，之所以没有被无极仙宫和少公家族抓住，是因为他们躲在里面数年，里面有灵脉，空间很大，仿若一个另类的空间。因此，梁家大公子变换了一个主意，决定对付王腾。不过，不能太明显。听陈启说，这王腾是最会扮猪吃老虎的，修为高，从未用过全境去对付其他人，所以究竟实力如何，尚未得知。 王兄，之前梁家跟你们是有误会，都是不长眼的下人和梁旭惹的事，我在这里替他们道歉。我很是欣赏你们，也很期盼你们加入我们梁家，所有的一切，只要你们需要，我们都会满足的。梁大公子恭顺道，敛住了眼底的贪婪和势在必得。王腾挑眉，低声询问着：“道无痕，这姿态，这熟悉的话语，有没有感到很熟悉？” 道无痕嗤笑着：“公子，他们的手段跟无极仙宫一样呢，先用尽好处迷惑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成了待宰的羔羊。”陈启，你不觉得他们的话术太明显了吗？”王腾抱着自己的胳膊，冷声道：“这个陈启居然为了这么几句承诺，就背叛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，值不值啊？”陈启被王腾一阵羞辱的声音弄得脸红，他低垂着头，不敢看王腾他们。 梁大公子看了一眼陈启，随后笑着看王腾：“王兄，你也别生气了，人各有志。”王腾手一转，一道暗影之力随意朝着陈启射去。“是啊，我通常不生气，我只会解决。”那道暗影之力并没有杀意，速度不快。梁大公子直接拦截，一脸嫌弃的看着呆愣住没有反应的陈启。陈启呆愣的看着王腾，他想到了会有这样的场景。 但是真的发生的时候，内心还是止不住的恐慌。第两千八百四十四章碾压。梁大公子一脸嫌恶的看着呆愣住的陈启，内心唾弃着：果然世上不得台面之人，若不是有用，也不会留着这种背叛之人。要不是为了撬动王腾他们的秘密，也不会看上这人。还不快闪开！梁大公子语气很不好的说着，然后闪身挡在他的面前。 冷眼看着王腾，若不是为了轮回真界，他何必这般动口？王兄，我们没有必要这么敌对。我相信我们会有共同的利益导向，你觉得呢？梁大公子自信地看着王腾，若是王腾还没有动心，那么就说明拿出来的东西还不够打动他，那么可以再加码。正如同他们对付陈启一样，陈启之前也完全没有想过要背叛王腾他们的。 也是他给的筹码足够，才让陈奇死心塌地的。王腾冷峻的眉峰微皱，梁旭呢？他并不打算跟梁大公子合作，也不打算跟梁三公子合作。他只是有些好奇，这梁大公子当真下死手了？不过也能预料到，看情况他们积怨已久，还夹杂着什么亲妹妹的仇恨。梁大公子和煦的笑容一致，轻轻挑过，有事先离开了，王兄。 听我一句劝，少跟梁旭走太近，他那人一肚子的坏水，保不齐哪天就背叛你了。王腾听到梁大公子这番话，没有忍住笑了起来。多谢梁大公子的指教，不过我考虑了一番，我不觉得我会跟梁家合作，以后就不要套近乎了。王腾简单直接，这梁大公子别看面容温和，态度情切，一肚子的坏水比梁三公子还要多。 梁旭是直接展露出来，而梁大公子是隐藏着，趁其不备，一招致命。眼神扫到陈启，瞬间变得冰冷，笑容淡去。王兄，我这般好心好意，给你这么多好处，你还是不领情啊？你这样让我很难做的。梁大公子脸上的表情散去，整个人散发出冷意。他已经许久没有这般低声下气去哄诱一个人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 既然给他脸色他不要，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。陈启虽然说王腾的实力高深莫测，但是他相信有他们家族长老在，还怕这么一个毛头小子不成？他们梁家的面子已经被王腾按在脚底摩擦了。梁大公子冷傲的看着王腾，王腾给过你机会了。他微叹着，右手一侧，一柄长剑现身，剑身周围萦绕着黑色的暗影之力。 浓郁的灵气使其凌厉。王腾抱着胳膊，一脸淡定，悠然地看着变脸特快的梁大公子。我好怕怕哦，语气冷淡，满是敷衍。王腾甚至还打了个哈欠。王腾对于这样威胁的话语听了不下数遍，若是每次都在意，他早就气死了。岂有此理！居然敢蔑视我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梁大公子被王腾三番两次的操作给弄到脾气暴躁。 他也彻底撕下了温和的面具，脸色阴郁，眼神满是杀意，手一抬，举着长剑就冲了出去，朝着王腾的胸口刺去，速度之快，如同一道闪电一般，雷霆般的剑光劈向了王腾。王腾手一挥，轻松将那道剑光打散。梁大公子见状，眼神微差，转眼恢复正常。王腾有些厉害也是正常，若不然。 梁旭怎么会那么自信王腾会打过自己呢？有些能耐，梁大公子说道。随后眼神一凛，专心对付王腾。王腾语气轻飘飘道：“能耐可大了。”旋即抬手朝着梁大公子击去，裹挟着浓烈气势的一掌迎面而来。王腾并未竭尽全力，他想试探一下梁大公子的深浅。他敢肯定，若是梁大公子出现生命的危险。 那群背后之人肯定会出现。一想到这里，王腾还有些激动，他有些想酣畅淋漓打一场。想了一下，还是速战速决吧。于是手一翻转，数道暗影之力四面八方朝着梁大公子而去。这招对付九头蛇的时候，九头蛇因为体型和环境的原因并没有解决。不过这招对付梁大公子绰绰有余。梁大公子的修为顶多真王境界。 连巅峰都没有触摸到，王腾现在跟他打斗，完全就是欺负小孩子打架吗？就是要跟大人打才有趣。眼神一凛，王腾周身气息瞬间翻涌，不停朝着梁大公子的方向释放。大公子，小心！再不过如此。然而等王腾不知道想什么的时候，就改变了打法，气势变得凌厉了起来。反观梁大公子这边。 对付王腾的数道暗影之力已经开始有些吃力了，而王腾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更加游刃有余。陈启看着空中的对决，背部冷汗直冒，一阵后怕。若是梁大公子对付不了王腾，梁家的人也对付不了王腾，那么他就只能祈祷王腾记不住自己，不然他的下场只有一死。梁大公子举着剑不停斩杀那些暗影之力。 但是那些气体仿若有灵魂一般，会躲闪，被他斩散也能快速聚拢，完全无止境。渐渐的，梁大公子额头直冒冷汗，挥舞的动作也开始变慢。他没有想到，王腾随意的一个动作，自己居然招架不住，内心复杂不堪。他并不想认输，但是现实给了他重重一击。没错，这么久他连王腾的一角都没有触碰到，该结束了。 王腾有些无聊地打着哈欠，眼神一动，身后的暗影之力朝着梁大公子汹涌而去。也是梁大公子倒霉，要是往常，王腾肯定会慢慢与之周旋，但是这次王腾想跟梁家的背后之人比试，所以并没有迂回，干净利落解决，留下已经开始怀疑人生的梁大公子。什么？梁家的人看到现场，倒吸一口冷气。 瞬间明白梁三公子死之前的话语，王腾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当时他们还嘲笑梁旭识人不清，他认王腾当大哥，结果人家转眼就躲进山洞里面，根本不管梁旭的死活。现在看到利落的王腾的招式，他们只觉得头皮发麻。梁大公子的实力他们是知晓的，在年轻一辈中也是数一数二的，结果居然过不了三招。 第两千八百四十五章长老也是能让梁旭那样的人对其崇拜，肯定是有些东西的。梁旭那样不可一世的模样，梁家的人看着梁大公子对付起来很吃力之后，都有些蠢蠢欲动，想上前帮忙，但是被梁大公子给喝退了。他们神情焦灼，已经折了一个梁三公子，不能让梁大公子也折在里面，他们出去不好交代。 道无痕抱着胳膊看着现场，也被王腾一手给震到了。已经许久没有见王腾这么认真对付一个人，几个呼吸的功夫，那人就招架不住。也不怪大家大惊小怪。王腾在修为还未完全恢复的时候，就已经能够斩杀真皇境界巅峰之人，对付真王境界的梁大公子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不错，能坚持这么久，也是有些能耐的。 王腾看着吃力对付几道暗影之力的梁大公子，中肯道：“不过也只能这般了。”王腾说完，眉目一横，手中一使劲，蕴含所有功力的一掌击射而出。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被那散发着金色光芒、带着巨响的掌心给吸引住了。旁观者都能被余波带动，猛烈的风疯,疯狂地吹动着，明亮的天空瞬间昏暗。 所有人的眼中只有那炽热的光。大公子，闪开啊！王腾，你这是彻底跟我们梁家撕破脸啊！大公子，快躲开啊！双引号点双引号，感到耳边嗡嗡的，听得不真切。梁大公子浑身僵硬，他受到的冲击要比旁观者强上数倍。他想躲开这致命的一击，他已经能够感受，如果被这一掌击中，他能够立刻魂飞魄灭。恐惧致使他挪不开身体。 只能惊恐地看着那道致命之掌袭来，他绝望地闭上眼睛，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般恐惧。王腾欣赏着梁大公子绝望的神情，内心一片舒坦。怪不得那些能者都喜欢欺负弱者，看到弱者这神情，能将内心的阴暗给勾出来。王腾嘲讽笑了一下，等待着后面的人出手。他唾弃着这样的行为，他还是喜欢跟强者比拼。 欺负弱者算什么本事？跟强者酣畅淋漓打一场才爽，也是进步最快的，最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。至少王腾已经被他们重重的一击，他们不是王腾的对手的。从一开始就不该跟王腾对上。从陈启哪里知道王腾的一些消息的时候，就应该能够猜到，能从无极仙宫和少宫家族手中毫发无伤，也知道此人不简单。 他们一辈子都处于别人达不到的高度，寻常人一般不放在眼中，所以就导致他们内心其实是很自负的。他们已经能够想到从逆境中回去，家主的怒火了一下子折了两位少爷，只剩下梁二公子。这么看来，梁二公子才是最后的赢家啊！此时他们的内心无数想法闪过，几乎都已经认定了梁大公子逃不过的。砰！猛烈的撞击声响起。 一道蕴含磅礴气势的一掌与王腾的一掌相撞击，瞬间消散，余波冲击四周。高手之间的对决，殃及小鱼小虾。没错，陈启他们就是那些小鱼小虾。道无很早就给自己增加了一层保护罩，他受到的冲击比较小。大胆！一道雄厚的声音呵斥着，几位老者纷至沓来，落定在王腾的面前。王腾看着，感慨着：“大家族不愧是大家族。” 来的人都这么多，数了一下，居然有五位。这么看来，无极仙公就派吴威一个人来，殊不知暗中还有这么多能者。无极仙公半途而来的家族是比不上这些家族底蕴丰厚的，哪怕吴威没有对上自己，在面对其他家族人的时候，也只有一条死路。长老，梁大公子被其中一位老者搀扶着，他睁开眼睛，劫后余生地感慨道：“长老好。” 稚允而无能，梁大公子低垂着头认错，承认自己的不足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若是他没有背后强大的背景，此刻的他早就消散于世间。大公子没有必要妄自菲薄，是这小子有些逆天。你这样的年纪，有这样的实力，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了。搀扶着梁大公子的老者笑眯眯道，只是眼神看向王腾的时候，只剩下冰冷。 梁大公子这时才彻底松懈一口气。之前对付梁旭的时候，长老们都没有出现，说明是默认他的行为。现在他有危险，长老们出现，说明他们是不会让王腾嚣张的。五位长老一脸庄严地看着王腾，眼神带着漠然，哪怕是被王腾的行为刺激到，也没有过多的愤怒。饺子，你很有天赋，也很厉害，只是可惜。 搀扶梁大公子的老者松开梁大公子，让其回到队伍中去。捋着苍白的胡须，威严道：“王腾，笑道，你们梁家真是好生没有道理。在秘境外，我好好的位置上站着，就有你们梁家人跳出来，打不过就开始找主子撑腰。秘境中，我们好好的处理凶兽，偏偏要来招惹我们，收买我们的人，给我们下药。这般不讲理，还大家族。” 跟强盗有何区别？虽然面前有五位能者，神情庄重严肃，修为高深莫测，但是王腾并不畏惧他们。越是难度越大，他越是激动，直接嘲讽他们：“你无知小儿！”其中有个老者开始暴跳如雷，还跟他说到什么，直接将他打服不就完了吗？磨磨唧唧的，磨磨唧唧的，我看着都累。呵呵呵，其中肯定是有些许的误会，饺子。 我很欣赏你。若是你加入梁家，你之前对梁家的所作所为，我们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另外一名老者温和说着，眼眸中金光乍现，语气高高在上，仿佛施舍一般。王腾警惕地看着这群人，这群人都是活了不知道多久的老妖精了，他们的话岂能相信？信不信，王腾前脚加入梁家，后脚就再也不会出现在世人眼中，早就落入狼堆中了。 不好意思，无福消受。王腾挥手，淡定道，眼中的战意掩藏不住，手揉搓着第两千八百四十六章冥顽不灵。见王腾这般软硬不吃，那些脾气好的长者也有些忍不住了。冥顽不灵，简直就是冥顽不灵！别以为你有些能力就可以如此嚣张，他们就差指着王腾的鼻子骂了。看着王腾，如同看一个不知死活之人。道无痕来到王腾的身后。 戒备的看着前方的人，低声对王腾道：“公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道无痕他们不怕对上这些强者，若不是王腾，他们刚到暗域就会被这群人给吞噬。王腾一脸轻松，对付他们几个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你待会儿防着王腾他们说话，并没有顾及其他人，其他人将他们的话语听得一清二楚，他们内心的第一想法就是王腾肯定是疯了。 对上这么多长者，丝毫胜算都没有，居然这么狂妄，不是疯了是怎么了？王腾接着道：“待会儿那个长胡子，看着有些做作的那个人给你对付，剩下的我来。”王腾一脸自信地开始划分。被王腾说是做作的老者，就是那五人中最温和、脾气最好的一个人。哈哈哈哈！青云，你居然被人说做作，我反倒觉得这小子说的没错。 青云是有些假啊，也只有在晚辈面前脾气才那么好罢了。也不看看他平时都是如何对付我的。够了，你们这个样子真够丢脸的！还没开始，自己的人反倒先内讧了起来，谁教你们这么做的？双引号点双引号，没错，他们还没有开始，就已经开始内讧了。吹胡子瞪眼的，大家都是平时被家族哄着，什么时候受过这份气的？ 被人劝服后，开始一致对外。看着王腾和道无痕一脸杀意，这两人留不得的。哪怕他们天赋多么难得，不属于他们的，他们也不介意毁掉。小子，你很狂妄吗？你选择我们四个人，是想很快死去吗？脾气最暴躁的老者嗤笑着看着王腾，语气嘲讽：“这次不量力的年轻人，以为自己能耐不错，就可以去挑衅其他人。” 殊不知，这种行为根本就是在作死。废话少说，开始吧！王腾被这些人不停劝告的声音给弄烦了，他烦躁开口：“你们一起上！”其他人听到王腾的话语，皆瞪大眼睛，嘴巴微张，吃惊的看着王腾这般快速作死的样子，摇头。看样子，这王腾着实嚣张了些，让长老们将他打老实了，王腾就知道别人的厉害了。 在梁大公子一行人看来，王腾的做法就是在找死。他们对自己的长老们都很有信心，对付王腾只是动动手指的事情。哼，还由不得你来吩咐，想让我们一起对付你，组长都没有这待遇，你也太给自己面子了。你们都别动手，交给我，我一定要给他好看，让他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得罪了。脾气暴躁的老头。 眼神阴煞的看着王腾，脚尖一点，整个人腾空飞起，睥睨的看着下方的王腾，轻蔑一笑。其他人都没有动，他们不认为对付一个王腾需要他们全部人出手。跟脾气暴躁的老头说的一样，能让他们一起出手的人，王腾还不够格。其他的四个人都抱着胳膊，冷眼看着他们的人轻易将王腾压制。不过他们也是有个担忧的。 王腾要是跟之前一样躲进轮回真界，他们估计就没有办法了。想必王腾也是因为轮回真界，所以才这般嚣张的，不然他们想不通王腾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子。事先说明，你不能躲回你的法器中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脾气暴躁的老头显然也想到了这一事，警惕的看着王腾。王腾眼神冰冷的看着人群中低着头的陈启。 冷淡道：“对付你们，我还不至于。”开始吧。王腾扭头看着那老者，自信道：“一旁的道无痕捏紧拳头，看着陈启，如同看死人一般。这陈启已经触碰到他的底线了。之前被陈启背叛，他觉得人各有志，结果陈启转头就将他们的东西给暴露了出去，简直该死！若是陈启不服气，觉得是跟着王腾才会有这么多事情的，也不想想。” 若是没有王腾，他现在还能好好的在这里站着吗？刚进入暗域就会被人抢夺杀害，哪里还会有逃命的时候？陈启低着头不敢看王腾河道无痕，浑身发抖。他没想到大家居然都不掩盖，这样他很难做人。虽然决定背叛的时候就已经能够预料到一些事情，但是被这么戳穿，他面皮还是有些过意不去。 大家已经不在意这么一个小角色的存在了，大家的关注点都给了王腾和长老那边。脾气暴躁的老者轻蔑一笑，虽然王腾之前对付梁大公子的一招让人有些惊艳，但是也只是让人眼前一亮。讲到这里，脾气暴躁的老者立刻散发出强大的气息，用境界压制王腾，先给他一个教训。在场的除了梁大公子一行人受到影响之外。 对王腾和道无痕丝毫没有影响，怎么会？这王腾也就罢了，这叫什么道无痕的人居然也不受影响？有人诧异。据他们了解的，他们也才来安逸不久，躲进轮回真界的时候，修为都没有怎么恢复，不然也不会躲进法器中。他们有修炼药草等修炼，实力是恢复了，也不可能恢复这么快，晋升这么快吧？他们当然不知道。 王腾和道无恒的真实实力都没有在大家面前展现过，所以陈启不知道王腾的修为恢复的如何，只知道王腾修为恢复了，实力强劲。道无恒看着他们一脸惊诧的表情，没有忍住冷笑了一番。得亏他们一向低调惯了，不然什么事情都被陈启给卖了，一点隐私都没有。处于漩涡中心的王腾只觉得那些压力释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如同挠痒痒一般。 一点影响都没有，王腾甚至打了一个哈欠。不过如此吗？他是懂得气人的，脾气暴躁的老者胡子都快气歪了。见境界压力对王腾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，便收回压力。哼，不过开胃小菜。脾气暴躁的老者被这么下了面子，有些气愤道，然后消失在原地。王腾侧耳倾听。第两千八百四十七章，要你有何用？ 王腾仔细辨别着老者的动态和方位，突然身体一侧，一道迅猛的风从他刚开的位置掠过，掠过的风劈在山壁上，产生轰隆的巨响。王腾见状，挑眉，看来这位老者擅长隐身啊。自及此，王腾也消失在原地，也隐身在另外一处地方，打开神石，一下子就锁定了老者的方位。老者见王腾也消失在原地，愣住了。 瞬间回过神来，准备用神识来摸索一下王腾的方位。还未开始，数道暗影之力就朝着自己袭来。老者内心一片哗然，没有想到王腾的反应意识这么强，连忙躲闪，开启神识，发现王腾就在离自己不远的位置。他立马朝着那个方位打去。两人都隐身攻击，其他人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身影，只能通过袭击来判断。 但是每次的方位都是不一样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意为之。总有几道带着杀意的暗影之力朝着梁大公子一行人打去，他们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被其他长老给截去。其中一位长老打开自己的神识，观战着，感慨道：“这王腾还真有些能耐，能跟老三打成这样，暗域中能跟老三成为对手的寥寥数人。哼，不过是投机取巧罢了。” 你看他还有心思去袭击大公子一行人，说明他的目标不是老三。另外一个人鼻孔都要朝天了，轻蔑一笑，看不上王腾。不管王腾多么优秀，多么厉害，他都觉得王腾比不上他们正统出生的，不过是野路子。老五，你得改改你这傲慢的臭毛病，容易看走眼的。这王腾确实有些能力，我们不能否认的。温和的老者笑道。 劝阻着叫老五的老者，这王腾都这般了，不知道这道无痕的实力如何，我有些想去会会了。温和的老者看着对面淡定自若的道无痕，来了些兴趣。之前他们的安排他不放在眼中，但是看到王腾的这种表现，加上道无痕不受老三境界施压的影响，他就有些好奇这道无痕的修为如何。说干就干，温和的老者不给大家一个反应。 瞬间朝着道无痕打去，道无痕对现场一直没有放松警惕，所以在温和的老者打过来的时候，道无痕立马就反应过来进行躲闪，躲避老者的攻击。老二不够意思啊，他们都一对一了，我们只能当观众，有些无聊。见温和的老者干净利索的动作，其他老者感慨道：“也不是没有用处的，你看这王腾又在打斗的间隙袭击公子他们。” 一位老者说着说着，就挡住了王腾鸡射而出的攻击。老三现身，冷峻的看着王腾的方位，冷声道：“既然隐身都对我们彼此没用，不妨敞开了打。”话语是不容拒绝。关于怎么打，规则怎样，都是老三在制定。王腾手一挥，立刻现身在原地，眼中满是激动和战意。许久没有打得这般酣畅淋漓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可别再耍赖了。 王腾无畏道：“对于梁家人，王腾可是深有体会。这群人都是一个德行，随意就能推翻之前的言论。我们梁家人说话算数，哪轮得到你这小子评论的？”老三嗤笑着，王腾听到这话，没忍住，跟着笑了。不过他是嘲笑的表情。另外一边跟老二打斗的倒无痕没有忍住，也笑了。专心，看来是我下手不够啊。 让你能够分心去顾旁边的事情。老二见到无痕的神情，气愤道：“加重了手上的力道。”道无痕收回自己的注意力，专心对付老二。跟人家打斗就能看出自己的不同，能够成为长老，那阅历和战斗经验都是丰富的。道无痕敛住神色，他虽然修为不错，但是实战经验没有老者足，他得好好学习。见两边打斗都很激烈。 全就是最佳观战区。陈启，你没有说过这道无痕也这般厉害啊？梁大公子一脸阴沉的看着道无痕那个方向。王腾，大家都知晓，这道无痕的存在感反而没有那么强。结果这道无痕都能跟二长老打的有来有回的，想来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。这让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天赋在他们面前一文不值，于是将怒气对着这消息并不准确的陈启。 给他们误传信息，不然他们也不会这般冲动。让长老们出面解决，简直丢脸。陈启的整个人都瑟瑟发抖。从他们对上开始，他就觉得自己命不久矣。王腾和道无痕知道他将轮回真界和其他消息都说了出来，哪里还有他存活的机会？若是梁家人赢了，他下场可能会好一些；若是他们没有赢，那么他就得接受王腾和到无痕他们的怒火。 刚刚王腾的招式，他能明显感受到是直冲着他来的。若不是他旁边有梁大公子，那些长老肯定不会出手的。讲清楚这些之后，陈启内心那叫一个后悔啊！为了一些莫须有的图名，现在里外不是人。跟你说话呢，聋了？梁大公子皱眉看着畏畏缩缩的陈启，满眼的不屑。若不是这人之前有存在价值，他也看不上这样的人。大公子。 不清楚道无痕的真实实力。来到暗域中，道无痕很少动手的，基本上都是王腾在出手，我们都是跟在他后面。但是王腾经常有什么事情都是跟道无痕商量，从未跟我们说过。陈琦也是无奈，道无痕嫌少动手，动手的时候对象也不是很厉害，厉害的都是王腾在解决，所以导致他们以为道无痕只比他们厉害一点点。 现在看来，世道无痕他们太低调了，居然能跟大家族的长老打得有来有回。他敢肯定，这两人都没有用全力。废物，什么都不清楚，要你有何用？你说，你还有什么价值？梁大公子冷眼看着陈启，陈启默然抬头，他已经从梁大公子的语调中听出了杀意，一脸惊恐地看着梁大公子，浑身颤抖，磕磕巴巴求饶：“大公子。” 我这跟你之前承诺的不一样，你承诺过第两千八百四十八章疯了、啊。听着陈启这磕磕巴巴的控诉，梁大公子一行人都笑了起来，哈哈哈,哈！陈启，你还真是天真啊，被王腾他们保护得太好了吧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们会承诺你呢？你都能背叛你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我们怎么可能放心你呢？梁大公子身后的人听到陈启这话。 大家都没有忍住爆笑如雷，是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天真的人。见梁大公子眼神转变，瞬间明白梁大公子的想法。陈琦脸色瞬间一白，他是没有想到这群人直接翻脸不认，内心一顿悔意。虽然想过会有这样的后果，但是没有想到来的居然这么快。梁大公子嫌恶的看了陈琦一眼，就没有再看他了，仿若多看一眼都是脏了自己的眼睛。 梁大公子身后的人直接上前，压着陈启远离人群。陈启想说什么，却发现自己张不了嘴，满眼的绝望，不停挣扎着碰碰。叮！他们一伙人的视线被空中的声音给吸引了过去。王腾连放出两大掌，将叫老三的三长老击退一步。三长老立马稳住自己的身形，运气进行抵挡。见状，王腾挑眉，双手合十。 身后虚化出了一头凶兽，看其形状，如果九头龟在现场的话，一定会认出来这是九头龟的。凶兽瞬间凝聚成型，对着三长老就是一阵怒吼：“嘶！王腾，你居然会幻化术！”三长老惊骇的看着王腾，这人还有什么不会的吗？跟他简单对手几招，王腾已经使出了许多能耐，随便单拧一个去暗域，都是会被众人崇拜的。 结果王腾倒好，一次性全使出来了，令三长老应接不暇。他现在还不明白自己是王腾练手的，就是白活了这么些年。这小子不简单啊！你看看他，看似拼尽了全力，但其实留了许多。老三不是他的对手。一直关注现场的其他长老中，最沉稳的老者捋着自己的胡须，感叹了一声。一直看不上王腾的那位长老也端正了姿态。 严肃地看着王腾，他们不知道王腾的下一招会使什么手法，简直就是结合了许多人多年的成果，模仿力惊人。他们可是注意到王腾在老三使用绝招的时候，一直盯着老三的动作，想来王腾会换话术什么的都是这么领悟来的吧？越是这般想，越是心惊。既然已经跟这小子结仇了，还不如直接干掉他，免得他成为别的家族强大的帮手，后患无穷。 我们一起上。可是我们我们当着大家的面说的话，这让公子怎么看我们啊？领头的老者眼神一沉，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其他的人都有些犹豫。之前说看不上王腾的是他们，现在要一起对付王腾的也是他们。他们都是有尊严的，这有些丢面了。要是老三输了，更丢面。一起上，按住他，一定不能让王腾或者离开秘境，这将是个祸害。 领头的老者雄厚的声音敲击在其他长老的心上，犹豫不决的他们也下定了决心，跟着老者一起上。大公子，你们先去做你们的事情。这个山洞布满结界，宝物也被他们囊括其中。你们其他地方，我们后续会合。领头的老者看着梁大公子，叮嘱道：“梁大公子，有些诧异，长老们居然要赶他们走。可是大长老，你们解决了这王腾。” 还怕里面的人？不是梁大公子自信，实在是这群人就是以王腾和道无痕为首。只要将这两人拿起，其他的人根本就不用他们动手。大公子，此人不容小觑。大长老一脸严肃的看着虚空中的王腾，随后不容置喙道：“大公子，去其他地方。你要知道，知道这些秘密的不止梁家，若是有其他家族，先别动，等我们来。” 梁大公子还想说什么，但是见大长老这般模样，咬牙切齿地对着身后人道：“走。”走的时候，看了一下虚空中的王腾，满眼的不甘。见梁大公子离开，大长老松了一口气。“大哥，为何？”其他人有些不理解大长老这番用意。大长老摇头，朝着王腾的方向驶去。其余两人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惧意。 一时间不知道是大长老小题大做了，还是他们太轻敌了。一个王腾不至于吧？王腾正指挥着凶兽袭击三长老的时候，眼前就瞬间多了三位老者，面露不善，眼神中还带着些许的复杂。王腾抱着自己的胳膊，挺拔着身躯，不卑不亢地与他们对视，嗤笑着：“果然，你们梁家人还真是善变呢。怎么，现在又想一起来对付我了？” 其他人并没有说话，上来就直接动手。三人对着王腾就是几连击。王腾眼神一冷，意念一动，数头凶兽喷涌而出，朝着他们三人袭去。三人看到王腾召唤出这么多头凶兽，居然神色一点影响都没有，他们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。即使他们在多么不情愿承认，这王腾真的有对付他们的资本。他们若是还轻视王腾， 活着离不开这里了。另外一边跟到无痕打斗的老二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，瞳孔一缩。他们也会召唤出这些东西，可是弊端就是精神力消耗过快，短时间内恢复不过来，所以他们一般不会使用这招。这王腾不要命地召唤这些，一定是疯了。只有疯子才不会计较后果。你的对手是我。到无痕将老二之前的话语还给了老二。 之前还有些担忧王腾对付那边四个，现在看来游刃有余，就放心心来。但是他的内心是一点都不平静。虽然知道王腾逆天，但是也没有想到王腾会逆天这么厉害。看来他还得好好修炼，争取赶上王腾。眼神瞬间坚定了起来，他得赶紧解决这人，好去帮助王腾。此时的王腾也并不轻松，毕竟是大家族的几位长老。 实力都不是吹嘘的。他们虽然被王腾的一些行为给震到了，但是沈下心来还是能解决的。王腾在几位长老跟凶兽打斗的时候，也加入了其中，与凶兽配合默契，将几人牵制住了。王腾呼出一口气，嘴角上扬。第两千八百四十九章取消通缉令。王腾将他们都暂时控制住之后，居高临下的看着，扫视了一边的道无痕和二长老正在激战。 这边的四位长老虽然被压制住了，但是他们并未妥协，不停攻击王腾，想寻求突破。此时的他们看王腾的眼神跟以往不一样，带着一丝欣赏的眼神。但是可惜，他们是敌对方，若是有方，他们梁家势必势力滔天。王腾可不管他们怎么想，正想好怎么对付他们的时候，此时一道紫电斩断了王腾控制四位长老的灵脉。 王腾隐忍着怒气，朝着那边望去。一伙人浩浩荡荡来到了他们的脚下，抬头望着天空中的激战，皆有些好奇。道无痕跟二长老也被打断，道无痕立马回到王腾的身边，警惕地看着下方的人。若是他们是梁家那边的人，王腾用神识对道无痕传音道：“他们是皇家之人，跟梁家应该有利益冲突，只是不知晓他们打断我们意欲为何。” 下方之人俨然就是皇家的小公主和几位长老。王腾之前观察过他们，凯西，是你们？哼，不过还是皇家的走狗。怎么，你们也出现在这里了？三长老他们彼时被打断，也有些不爽，但是他们也清楚的看着刚刚王腾，明明是在分析，眼神蓦然放光，明显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。虽然不知道那个办法是什么，但是按照王腾的性格。 肯定不会那么简单的。不过他们看到来人，没有止住嘲笑了起来。他们这些老家伙活了许多年，什么恩恩怨怨已经分都分不清了。在这过程中，有人丧命，有人闭关。哼，我们可不像你们，也不看看你们梁家，若不是有你们五个撑着，梁家还存在于大家族的行列中吗？凯西可不惯着他们这些老家伙的臭毛病。 直接怼回去，这边已经开始吵起来了，仿佛打断王腾他们战斗的不是他们一伙一般。道无痕抱着胳膊看着争吵的两人，有些无语道：“公子，他们究竟是来干嘛的？来吵架的？都多,多少岁了，还这么幼稚？”王腾笑而不语，他可没忽视小公主的眼神中并未带多余的情感，有的只是好奇。这位公子刚刚有所冒昧。 是因为看到你们双方陷入了僵局，为了让各位能够平心静气地聊聊，不得已使出了这招，并不是有意的。公主笑着看着上空，清脆的声音如春风沐浴，令人心生好感。王腾他们可不吃这套，只是看着他们，并没有发话。被王腾无视，公主也并没有恼怒，接着说道：“既然大家有缘来了这秘境，何不联手一起寻找宝藏呢？” 相信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。这公主看着挺文弱了一女子，没想到说出来的话一套一套的，冗杂又客套，让人听了直犯困。公子林峰他们还在里面呢，怎么办？现在不是出来的好时机。倒无痕已经能够预料到他们会怎么做了，不过就是仗着人多，能者多。想浅浅威胁他们当免费劳动力，别以为他不知道，那个公主看王腾的眼神就不对。 不是带有爱慕的眼神，反而是带有某种势在必得，仿若王腾是他的所有物一般。这个暗喻神经病太多了，动不动就上来跟你，哎呀，我们哥俩好的，套套近乎啊。实际上全都是在算计你，完全就是看你有价值。若是你没有了价值，不是跟陈启一样吗？现实就是如此。不过这些人演技还是欠缺，可能之前没多少人拆台。 所以以往很顺利。大胆，公主在讲话，尔等还在交头接耳。公主身后的士兵一脸严肃地看着王腾等人，满眼都是嫌弃。不知道公主看上这臭小子什么了？不过是略微有些厉害。这般目中无人之人，很难驯服的。他们作为公主的守卫，有责任替公主把关。公主只是横撇了守卫一眼，守卫立马退下。 只是看向王腾的眼神中带着蔑视。公主看向王腾，却见王腾居然没有看过来一眼。该死！作为公主的魅力消失了，这还让她如何达成自己的目的？公主捏紧手，压抑内心翻涌的情绪。对于王腾这样难啃的骨头，还是第一次。不过没关系，只是利益还没有达到，利益达到了，谁都拒绝不了的。公子，这公主有些邪性。 小心一些。到无痕时刻关注着王腾，却在一直看着黄家的那几位老者。他们跟梁家的人相处很奇怪，说熟知吧，看着很陌生；说陌生吧，他们之间又有些默契。王腾也有些迷糊了。按照他们的立场，他们应该是敌对的，可是他们相处的又有些融洽。管他呢，不过区区一个真王境界，我们先不要发表自己的看法。 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什么绝招没有使出来。王腾可不知道他们的底牌，若是贸然进攻，容易出事。他并没有将那公主放在心上，想来也翻不出什么水花。公主有些说累了，对着早已停止质问的凯西撒娇说道：“凯西爷爷，我累了。”“好的，公主，剩下的我来复述。”凯西对着公主态度温和。公主走到后方有人搭的椅子上坐下。 眼神不加掩饰地炽热地看着王腾，王腾，你们的事情我们已经听说了。宫中的很看重人才，不舍得人才被泯灭，可以破例取消你们的通缉令。凯西很自信地说出自己的条件，他就不信这样还拿不下王腾他们。王腾他们现今已经有三大家族对他们虎视眈眈了，一点都不安全。王腾跟到无痕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讽刺。 说来说去，不就是那老套的几样吗？搞得王腾他们很害怕一样，这些对王腾他们完全没有诱惑力，只是会更加推远他们。不过那些高高在上的掌位者可不这般认同，只会认为这是天赐的机会。第两千八百五十章见面礼，见似乎还没有打动王腾他们。凯西内心暗骂一声，就没有见过这么难搞的人。要不是公主一直念叨。 他根本就不会将眼神放在王腾这样的小人物身上。一个人说不动，其他人都连着上去劝说，嗓子都要说冒烟了。这王腾根本就没有动心。他们都要放弃的时候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无奈与愤懑。他们决定，既然王腾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么他们也不介意动手，就是不知道王腾能不能抗住他们的攻击。 将他们的表情神色尽收眼底，王腾笑了，施舍一般道：“可以。”然后就不再多说一个字了。道无痕有些诧异，他以为王腾会坚定的拒绝，谁知道王腾答应地这么爽快。不过虽然意料之外，但是道无痕还是跟上了王腾的节奏，跟着他们谈判道：“我们可以答应，但是你们答应的事情也要做到。还有，我们不想跟梁家的人一起。” 看双方情况，还是黄家的实力强盛。只要不跟梁家的人，他们都没所谓。毕竟刚才他们还跟仇人一般打的火热，不可能没有一丝芥蒂就能一起行动。大家都知道，大家的心底都藏着小心思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事情才会更加好解决。公主见王腾他们终于松口了，立马答应：“没问题，我们本来也没有打算跟他们一起。” 这位公子还有什么要求吗？道无痕想了一下，看了一下王腾，对方给他使了一个眼神，道无痕瞬间秒懂。我们只是同行，你们决定的冒险的事情，我们有权利拒绝，而且不能使唤我们。公主笑着道：“也没问题，那没有什么问题了。”道无痕仔细想了一下，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公主他们的要求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 公主身后的骑士有些不满，低声道：“公主眼神一冷，冷喝道：‘闭嘴！’”身后的骑士愤愤地看了王腾一眼，然后闭上了嘴。凯西他们虽然不是很喜欢王腾他们这样的操作，但是公主达成了目的，他们也是替公主高兴的。既然他们的要求公主都答应了，凯西他们连忙对着梁家五位长老道：“还不赶紧走！公主仁慈。” 四个老家伙还对不过一个毛头小子，害不害臊？面对凯西他们的嘲讽，梁家的五位长老是敢怒不敢言，愤愤离开，并没有辩解什么。最后看了一眼王腾，那眼神中的杀意很明显。这王腾他们现在有黄家的人护着，只能等下次他们落单的时候再解决。见他们都走了，王腾河道无痕来到地面。王腾手一挥。 山洞中的结界瞬间消失，林峰他们一下子就冲了出来。在王腾他们跟梁家的人打斗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在里面就已经感受到了，想出去看看，但是发现有结界，于是就先回去将王腾交代的事情做好之后，再回到洞口，担忧的看着他们打斗，以及后面黄家的人出现。公子，公子，没事吧？一群人朝着王腾他们飞奔而去。 拉着他们上下打量，直到没有看到伤痕才松一口气。公子，我们真的要跟他们一起吗？林峰有些担忧，毕竟他们可是皇家的人，招惹了不好甩掉的。可是他们也拒绝不了，毕竟他们能者那么多。虽然王腾和道无很可能对付得过来，但是还有他们，他们拖王腾他们的后腿了。讲啥呢？我自有自己的安排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 王腾知道他们又开始瞎想了，冷酷说道：“王腾公子，洞穴里面的东西就当首次见面礼。我们现在前往下一个位置吧。”公主起身，清脆灵动的声音响起：“走吧。”王腾点头，带着大家跟在他们的身后。公主身边的骑士分了一拨人来到王腾他们的身后，说是保护他们，实际上也有监视的效果。驱狗他们小声嘀咕，表达自己的不满。 什么叫给我们的首次见面礼？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发现的。真是的，走在前面的人都听到了徐狗的嘀咕声。他知道大家都能听到，但还是说了出来，就是表达自己的不满。他们实力不弱，真比拼起来不一定输，所以他们有自信。公主他们自然也听到了，不过公主只是笑笑，笑未达眼底眼神中满是冷漠。 一行人浩浩荡,荡荡朝着森林深处走去。小少主怎么办？那个王腾短时间就绑上了皇室的人，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即使是无微长老，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！一直潜伏在不远处、屏住呼吸的无极仙宫的人见他们走远了，立马撤掉身前的法器，担忧道：“他们沿着线索一直北山，终于找到了王腾他们。不过看到王腾在跟梁家的长老们打斗。” 他们就没有出面，毕竟如果王腾他们死在梁家人的手上也是不错的。只是越看越胆战心惊，毕竟王腾的真实实力他们才看到，所以他们有些退缩了。他们家族长老偷摸只来了一个无畏长老，谁知道其他家族的长老们来了一半。他们之前还胆战心惊，怕被其他家族发现，谁知道大家都是一样的操作。这么想，小少主一伙人就有些绝望了。 他们出去怎么跟无极公主交代？算了，先别想着对付王腾了。我们之前一直赶路，根本就没有寻找到什么。既然打不过王腾他们，我们专心用在寻找宝物上。王腾留给公主他们，小少主一下子就做好了决定，然后带着人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。王腾他们跟在皇家身后悠哉悠哉，只要有凶兽，根本就没有他们动手的机会。 被那些骑士一下子就解决了，于是王腾便自然而然接受这种保护。他们一路采摘药草，然后时不时看王腾跟公主的八卦。在王腾他们一起走的时候，就被叫到了公主面前。王腾本不愿意去的，但是一想到公主不知道有什么目的，就决定去试试，看看能不能看出什么。于是王腾就一路跟着公主，在公主不停找话题中。 王腾也算是知道一些他之前不知道的事情。